将事业重心转往中国发展，竟然也在大陆举办多场演唱会，吸引不少粉丝都到场朝圣。但没想到最近却有网友分享，他日前到苏州参加张韶涵的演唱会，但目光却不在张韶涵身上，而是一直被一名男子给吸引，因为对方的头上竟然有蜘蛛，让他当场直接傻眼。只见画面中可以看到，该名男子的头上有一只小蜘蛛正在结网，白色蜘蛛丝在灯光下看起来格外显眼。影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笑说，到底是演唱会开太久，还是蜘蛛网结太快，实在是太夸张了，也再度于网上引起讨论。